大家好，我是尼克，这里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，也是今年白昼之夜的举行地之一。那这里的话有很多很多的光影艺术，这边是士林夜市，人好多好多哦，很多人来这边恢复了以前夜市的感觉了，人山人海的啊。老虎这个是一个那个显示器在墙面上，立体非常的逼真哦，哇，小老虎在叫了。这个是士林夜市的玉鼠鼠吗？啊，结果被拔走了，很失望。哎，蝴蝶飞来了，哎，我们准备了吧，扑蝴蝶，抓蝴蝶，哎，跳，扑通。再看一次这个角度，除了士林夜市之外，白昼之夜还在儿童娱乐中心和士林官邸举行，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精彩的活动。很多人就说啊，终于恢复了以前疫情还没有之前的龙井了。